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人，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德，老天欠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人给获学机会学讲。我们来讲到这个第八章，第九页啊，第八章。我们这个上课啊，将近四年，很少遇到下雨。哦，这下雨啊，这个屈指可算，都还没有哦，大概一个手掌都还不满。哦，还没有到五次啊，没有下过五次的雨。哦，很少，都是好天气啊，可是一下子就太多了。各位翻到了没有？第九页，有哈、哦。这个圣人有以见啊，哦，天下之泽，那个泽哈、哦，就是幽深难见，哦，就是圣人啊，哦，见到呢这个天下哦一些事啊跟物，哦，幽深难见的这个角度，哦，然后呢，拟知其形容，哦，象其物矣啊。哦，是故啊，谓之相。那么这边呢，我们哈、哦、就了解到，哦，这个圣人啊，比我们呢这个常人，哦，他呢比较能够观察得很哦微细呀、啊，哦，所以能够见到哦幽深难见的哎那个角度。那么圣人哦能够见呐、啊，哦，我们一样可以见。啊、所以圣人用的方法呢，就是用、哦、无极太极两仪、哦、四象八卦，然后啊、哦、这个八乘八六十四、哦、就是全部的卦，然后、啊、从卦里面、哦、他看那个卦的、哎、那个含义、哦、然后、啊、再进入、哦、那个爻、哦、就是卦里面哦，一横一线那个啊，哦，那个卦象哦，以及爻象，那么看了以后啊，哎，圣人了解哦，那个幽深难见的啊，哦，这一些事跟物，哎，能够了解到它的道理，哦，那了解了以后呢，哦，拟知其形容，哎，就是啊，哦，能够呢这个比拟，哦，能够呢模拟，要怎么样来把。哦，他呢啊能够哦形容，哎，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哈、哦、形啊啊就是形体形象，容就是容貌，哦，怎么样把它呢哦形容出来，怎么样把它呢讲得出来，哦，然后象啊其物矣，哦，象啊是形象，然后这一些形象啊跟什么东西呀、啊？哦，比较刚好，哦，恰好，哦，让我们都知道，哦，所以啊，那个相啊就很重要，哦，所以啊，这个圣人啊，哦，看到这个幽深难见的这一些哦事跟物啊，哎，都要让我们所有的哦这个平民百姓啊，也都能够了解。那么圣人哦，有以见啊，哦，天下之动，哎，这个见到啊，啊，这个天下啊，这个变动，然后观啊，其会通，哦，就是观察，哎，会通呢，就是各的哈、哦、那个因果关系呀、啊，融会贯通，哦，所以会通，哦，以行起呀、啊、典礼，哎，就哈、哦、啊作为啊。哎，典范的哦，那个基本哦，那个道理哦，所以啊，行起典礼，观察呢哦，会通啊，融会贯通哦，互相之间啊都有因果关系，哎，所以啊哦，这个圣人啊哦，有以见啊天下之动，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我们都可以啊哎到达那个状态。
可以看到呢，这个很复杂，一些呀、那个事跟物啊，里面的那个情形啊，我们也都会能够了解它的意思。那么细持焉呐、以断其吉凶，是故呢谓之遥。所以圣人看到了这一些这个幽深难见的事跟物啊，以及呀、复杂的变化，那么能够啊融会贯通，然后把它呢要如何行持啊，就呢把它呢都讲说出来。那怕我们就不能够呢那个了解，所以又呢细持，又把那个卦呢跟爻的底下有一文辞啊来说明，然后说这一些象啊我们呢、怎么样去取舍所以啊断其啊吉凶，判断啊如何是吉呀、如何是凶，我们要呢如何去这个行持因为佛学有买那个易经正释啊，就是孔老夫子这个本身来讲，他说现在的易经啊，我们凡尘在研究的易经很多都是后儒以后的儒家，就是孔老夫子以后的儒家所杜撰，不是呢孔老夫子那个时候流传下来。那真正的孔老夫子流传下来只是我们这个细持的十章，细持啊十章，那我们现在细持总共就有24章啦，那很多都是孔老夫子说那个颠倒错乱，就已经不是原来的本文。那经过那个秦始皇焚书坑儒烧掉了，后来的儒家又把它呢这个拼凑，所以我们以后研究就缺少那个精神所在。它很重要的就是要我们能够回到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以很高的程度啦。那可是我们现在研究的易经就全部走入算命，就已经跟那个孔老夫子当时那个所传的完全都不同。那或许也是最近才看到，我说怎么会这个样子这个十易我们都这个讲细直上传下传，然后细卦传、收卦传、文联传、杂卦传，然后象传上下、彖传上下，就十个嘛孔老夫子说不是，只有细持十章叫孔子十易。可是我们现在的细持都不止十章了，已经24章了可是看孔老夫子的那个言文竟然很多说卦传、细卦传里面都是细持传，竟然是这样，已经都把它分散拆开了。那我们呢因为佛儒以后的儒家呢也并不是说一无可取的我们就是要有智慧，他只要说引导我们走路是算命是那一种这个跟我们关系不大的方向，那我们就要选择了因为孔老夫子一直强调说我们人可以到神，可以到上帝就是很让我们追求的目标呢很明显我们要到呢神的状态。可是我们现在都跟那个神离开得很远，所以我们人跟神没办法合在一起。那孔老夫子讲我们本来就是到那个神的状态，所以很多都会有那个吃神入化，
那个就是叫我们追求，追求到那一种程度。所以我们有研究易经的一定要朝这个正确的方向。或者就讲你算命了才一生嘛，那一生之中我们大概不用算的啦，年岁也都蛮大的，大概下半生怎么样都会知道，不用再算。那我们要追求我们慧命，慧命呢它不生不灭，那我们都还没有整个都启发，起码我们对我们自己呀、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要自己能够认识，自己呀、能够掌握。可是现在啊，我们呢对我们自己的佛性本体呀、可以说认识的不够透彻，也没有办法掌握到自己的佛性本体啊，所以啊信心都不够我们那个自古以来传下来啊人以礼智信，信基中统四端，人以礼智啊统这个四端兼万善，就是我们的信啊。相信什么？我们现在都偏了，相信外面的语言相信外面的形象，这个都是痴梦。真正的根本啊，是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才叫信能够集中，就是天地的中心，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相信了自己了以后，发挥的力量就很大，不会怀疑所以我们现在都缺少，我们做什么事的时候啊要发挥很大的力量啊，会啊我有办法吗，我有能力吗，都会怀疑那假如说我们相信了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发挥出来的力量无量无边，可以，我可以做到，是不是不一样？完全都不一样啊！这个要靠我们自己努力我们自己努力了朝着真理的方向进行那自古以来啊已经修正的圣贤，他都教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这样呢我们才会修得成道。那假如说我们都不相信自己的佛性本体啊那个修行到来啊就很困难不容易。那假如说我们已经根本上已经相信了，那往后啊一步一脚印很踏实啊就会知道早晚会成道，一定可以，时间不同而已所以一定要培养我们对自己的信心。那培养我们自己呀、那个信心的由来，就是要相信我们本体。那相信本体呀、不很困难，或者都跟各位说，只要你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什么都没有，外缘都没有，妄啊已经尽了，真就显，那个就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不是很困难。而且啊在我们这几次啊就讲说我们啊人心啊为待不安，道心啊微妙难见，在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啊都有人心，都有道心人心呢就是我们起心动念的内容，那个为待不安都是让我们烦恼。那假如说我们把这一些起心动念的内容全部抛开，不要它，这样的烦恼就消失了为待不安的人心啊就不见了。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回光返照照见我们起心动念的来源，怎么来，念头怎么来或者都讲不是从心脏生出来，不是从我们头脑生出来，因为啊我们一口气不来心脏还在，头脑也还在，就是没办法起心动念那可见啊起心动念不是我们身体，是我们啊
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是佛性本体呀，才有能力呀起心动念。啊，所以只要我们回光返照，就已经呢见到我们的佛性本体。啊，所以哦，各位一定要做，哦，就学着把我们起心动念的哦念头那个内容啊，全部抛开，不要它，因为它都害我们造业。那我们只要能够哦回过来哦回光返照，一定呢就可以啊哦了解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所以各位先生，你努力做，做到哦，或者时常讲，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你只要说回光返照，哦，我看到了，哦，我看到了，看到形象，邪见。你回光返照，什么都没看到；回光返照了，哦，就只有一个灵敏度了，什么也没有，你就真实的见你如来。听有无？哦，是不是很亲切？哎，对，就是我们真的哦，真的见到如来哦，他是没有形象，可是那么切实哦，那么灵敏哦，就是已经是了，不要怀疑，已经是啊。你说我有见到哦，他好像那个哦蒜头，邪见。懂意思吗？哦，因为啊，若无所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真的回到佛性本体的啦，已经进入了，这样了解吗？所以哦，不能说哦，听无听无，要了解到哦，都是哦发生作用，只是慢一点而已呀、啊，都听呢，都会进入我们脑海。哦，啊、都呢中佛音啦、啊，说一定都会懂，各位就可以回想啊，现在看新闻的话，为什么看得懂？你只要说全部都听不懂，那新闻也看不懂啊。为什么现在可以看懂？就是有听得进去，可是自己还没有承认呐、啊，哦，还不敢承认，因为哦，哦高推圣见啊，啊自己悲屈啊。啊、我不可能哦，这个成道的啦，都是这样害了自己，可不可以成道啊？哦，对了，要有信心嘛。哦，那个成道成佛，就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一定可以的，不困难。哦，我们一定呢要自己告诉自己，就很容易呀、啊。哎，就像我们每天呢、啊，哦，吃饭睡觉，是不是很容易？吃饭睡觉容不容易？我们修道就像吃饭睡觉这么容易，容不容易？哎，你起心动念就把所有念头的内容抛开，哦，啊，回光返照，哦，真的见到很灵敏的哦，没有形象的佛性本体，很亲切，哦，啊、切切实实就是在，哦，自己呀、啊、骗不了自己的啦。哎，你说哦，哎，没有体会到，说哦，我体会到了，体会到了，骗别人可以哦，你骗自己呀、啊，骗不过，有没有你自己知道？哦，你有没有回光返照？哦，有没有见到佛性？你自己知道？哦，啊，这个呢要实际呀、啊，我们一步一脚印，哦，啊，实际的做，真正的就是可以很亲切，哦，不骗人的啦。我们自从第一堂课开始，不是都这样讲吗？有没有？都已经哦进入九月四年了嘞。哦，你看，哦，已经很久了，对不对？哎，再不成就，我们都对不起自己了。哦，所以一定呢要让自己成就。哦啊，不要说啊，我都没有在做，有了。为什么？我们只要听得进去呀、啊。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之中啊，已经都落入行为，已经在做了。最怕就是不明理，只要你明理，你的佛性本体一定会强迫你做，你不做呢就会难过。
所以只要你真正的明理了，你就会实行啊，真正的实行了，我们就进入啊，那个佛的领域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定的要努力的朝啊，正确的方向前进。所以这个我们呢，这个讲到这个圣人啊，见天下之责，见天下之动，那么言天下之自责而不可悟也。这个天下那个很微妙难见的那一些事跟物啊，我们不可以讨厌，也一定要去面对它，不能讨厌。那我们要了解说幽深难见的这一些事物啊，只要我们都了解进入啊，它都不深的啦，就变得很容易啊，很浅。它是不容易才觉得它深啦，那假如说我们都懂了，都懂了，是不是很浅了？像说我们呐，佛性本体还没有抓到，就觉得要抓佛性本体很难呢，就很不容易，就很深。可是当你很亲切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啊，你会说很容易的。或许也是啊，30年把佛性摸出来啊，这么简单回想说怎么这么笨啊，30年才摸出来后谁都讲啊，各位努力听2个小时就可以。我们现在经过几个2个小时啊，一次上课就2个小时啊，已经很多了，对不对？或者说不了解没关系，只要你熏习呀，他一定让你了解，久了自然而然你都了解。当你了解的时候啊，一窍通就百窍通了，都通了。所以或许当时啊怎么问怎么问就是问不出来，自己摸出来以后啊，原来这么简单啊，所以就教，想方想用什么方法来教就教，就会很多了。所以啊，很多北部的前贤就会说你也撇步很多啊，就是我的一些方法很多了，到底要修哪一个啊？我说适合你的你就修，适合你，你觉得这个方法对我很适合你就修。那所以啊，以前会比较呢着重耳根圆通了，那后来啊，在我们这边就第一堂课就讲万年放下，那个是比较一个概略的对佛性的轮廓先了解，了解了以后啊，才做耳根圆通，使我们的佛性呢跟整个空间啊都融汇在一起。那假如说我们佛性都还没有摸到轮廓一下子要跟天地合在一起呀，那就不太容易先把佛性本体摸出来，原来佛性本体是这个样子。各位前贤，什么样子？是不是讲不出来？是不是很切实的可以掌握？对不对？你就是讲不出来，讲出来都不正确了，可是啊，真的就是切切实实，就是在我们那个知觉之中知觉性那个佛性本体，知道了以后，我们再来做耳根圆通，使我们的佛性跟整个宇宙空间然后融汇只要我们做下来整个天地都在我们身上，整个都是全部都是我们佛性的存在整个空间全部都是。然后啊，你只要努力这样做一阵子你会发现我身体怎么不见了。各位有做到这个功夫了没？有没有？还没有那可见都还很重凡尘事凡尘事很注重，
所以啊，这个盛世啊，还美，还美。只要你努力了哈，哎，真正的哦，佛性的轮廓出来了，然后啊，努力做哦，让它跟哦宇宙虚空融会贯通，然后啊，已经贯通了以后，哦，整个哦虚空之中都是我的佛性本体。这个时候啊，你会发现说啊，我怎么身体不见了？明明都在，可是，在你的那个感觉之中啊。身体跟宇宙虚空融会，已经变成一体，所以没有特别感到身体的存在。那假如说我们后对身体的、哦、存在感受很强、哦、那偶像、哦、免不了都很强。各位偶像强不强？都不知道啊，很注重自己啊，哦，我相，哦，要先哦把那个我相灭掉，哦，知道说这个身体的我啊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借我用的，不是真的我，真的我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才是真的我。那么佛性本体没有形象，你到这个状态啊，你身体的形象啊不见了。热闹闹啊，不见一人，好不好？很殊胜的哦，这个叫善境界啦，已经到达哦，佛性跟虚空啊融会。哦，啊，这个时候啊，我们假如说一口气不来啊，没关系，我已经跟虚空融会了，哦，都条条道路啊，都通理天，哦，路啊很多。哦，那只要说我们哦在凡尘没有研究性理性法，没有努力呀、啊，哦，使我们的佛性啊跟虚空融会，那我们一口气不来啊，受到业力的推促，业力推我们到哪里呀、啊，我们就不得不去哪里，就一定在那个地方现象，哦，我们没有办法主宰。那我们呢？现在努力修，哎，都可以自己主宰啊。所以超过我们老师讲的万八逍遥，哎，就可以回归本位啊。哦，老师都不希望我说那么久、啊。那么言天下之自动啊，而不可乱呢？哦，那个啊，天下呢这一种哦很复杂的事物啊，哎，那个叫自动。哦，就是很复杂，这一些动啊，哎，都是很复杂。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凡尘的所有一切现象，哎，它都是哦，哎，不久，它都会变化，哎，所以啊，经过呢，哦，生住啊，异灭。那我们人呢，哦，生老病死，一定的轨道啊，免不了都要这样走。哦，凡尘的万象万事啊，它都是生住异灭，哦，免不了的，一定。哦，呈现的时候啊，叫生；然后呢，茁壮哎，哦，很好看的时候啊，叫住；然后啊，等到衰老哦，枯萎了，那个叫异变化异。哦，啊之后啊，不见了，叫灭，生住异灭。这个啊是天地啊给我们一个常轨，哦，就是一定的轨道，一定这样变，哎啊，所以我们了解说，哦，天下的这个自动，哦，我们呢不可乱，不要混乱，在这个变的里面呢、啊，有它变的道理，我们都要复合于啊，哦，这个真理，哦，复合啊这个道理。哎啊，自然的哦，天地自然的演变啊，我们就让它变。哎啊，所以啊，我们哦了解到，只要落入现象，它一定会变，所以无常变化一定的。啊，我们呢在生的时候啊，不要追呢那个无常变化的哦事跟物，我们一定要追呢哦永远不变的哦佛性本体。哦，那个才是我们要努力的哦方向啊。所以呢，哦，这个空老夫就讲说呢，泥之啊而后也。
我们呢，哦，就要讲话的时候啊，要先呢，哦，去看适不适合哦，我们讲话，泥知呢，模拟哦，就是啊，先呢，哦，去想说，我现在讲出来这个话合不合道理，哦，跟道理呀，啊，合不合？合的话呢，我再讲，哦，所以泥知啊，而后言，然后啊，意知呢，而后动。哦，议啊，就是讨论，哦，就是会议呀，大家来讨论，哦，大家来讨论了以后，然后啊，付诸于行动，哦，可以做了，哎，这样呢，哦，就不会有业，不造业了，哦，所以泥意呀，已成其变化，哦，泥言意动，泥意呀，成其变化。哦，就完成它整个哦那个变化的哦自然轨道，哎，所以要离异，哎，就是不能呢哦自作主张了，哦，不能说以我为主，哎，我们在凡尘生活呢，多多少少啊都会有那一种哦这个以自己呀，啊，为中心，哎，啊，所以啊，孔老师教我们呢，哦，在凡尘啊，哦，你符不符合道理呀，啊？你只要模拟一下，哦，你就会了解了。哦，啊，该不该做，啊，要跟大家呢，哦，讨论一下。哦，啊，可以的话，你就去做。哎，啊，这样呢，哦，泥意呀，啊，哎，就成体变化，就完成它整个啊，哦，真理的，哎，那个变化情形。那么底下哦，明鹤啊，在阴，其子何之？哦，那个明啊，就是啼叫。哦，那个白鹤啊，阴呢就是阴暗。哦，白鹤呢在阴暗之中啊啼叫。哦，其子啊何之？哦，他的孩子啊，哦会听到他的啼叫，然后呢这个附和，哎，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讲，哦说你在讲话的时候啊，哦那个好像。哦，那个鸟白鹤呢？哦，在啼叫。啊，你一叫出来，虽然是在阴暗的地方，那么只要是符合于真理呀，啊，哦，那个啊，他的哎，这个哦，孩子自然会附和。那表示呢，你讲出来符合真理呀，啊，很多的哦，这些平民百姓啊，他自然哦会听，哦会啊。哦，跟你哦这个相应，好，哦，所以这个他用呢这个文言哈，哦，文言来哦讲那个意思啦，说哦不管你是在阴暗的地方哦，或是呢在光明的地方，只要你都是符合于真理呀，啊，哦，那么呢就有哦这个啊认知到真理的也符合。哎，所以哦，那个明鹤在阴呐，啊，此己哦，其子何之？那么我有好哦，这个好觉呀，啊，哦，无一耳迷之。哦，这个觉就是酒啦。说我有好酒，哦，我们喝酒的酒啊，哎，我有很好的哦那个酒。那么无一耳，那个耳本来是你啦，啊，这个地方呢，因为很多人啊，哦，变成大众了，啊，我跟大众，啊，那么迷哈，哦，哎，就是啊，分享，哦，我啊跟你啊一起分享，哎，所以啊，我们了解到说，哦，有好东西呀，啊，哦，要大家哈，哦，共同分享，对不对？哎。各位啊，会不会说有好东西我自己呀，啊，哦，抱着慢慢享用？会哦，哦，这个好东西呀，啊，哎，分出去就没了啊，哦，所以有的啊会，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他这边的意思啊，说有好东西呀，啊，要跟好朋友分享，哦，很符合真理哦。哎，就不会说自己好就好了，也顾忌到别人。那么子曰：“哦，孔老夫子讲说，君子啊，哈，积其事，吃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啊，应之。哦，说君子不出门，哦，在家里面啊，哦，
居其事啊，就是在家里面，然后施其言善，都是讲出来的话，哎，就是施以光明面，哦，然后啊，千里之外啊，应之，哦，就是很远的地方呢，都会响应，哎，就是他这个哦方法很好。像说啊，我们现在有那个代用餐，有没有？那个本来发生好像是在意大利嘛，哦，就是啊，有一个哦客人啊，哦进去用餐以后，他留下一些钱，然后跟老板讲说，哦，假如说有人他肚子饿，然后没有钱吃啊，吃一些哦，哎，就啊让他哦这个先呢带他缴这个费用，哦代用餐。然后啊，千里之外，我们台湾响应哦，很多啊，也就是说哦，去啊这个吃了以后啊，哦那个哦一些钱说啊这个不用找了哦，看看呢有需要的人啊，哦你就给他吃。他，啊，现在啊都很风行啊，很多地方哦哦他的代用餐啊都很多了哦，100多份，可是吃的人都不到10份，哎啊，所以就请那个哦慈善机构哦帮忙。哦，看看哪一些人需要，这个就是千里之外啊，哦，这个应之的，这样了解意思吗？哎，只要你这个是好哦，帮助人的，哎，那哦很多很远的地方呢，哦，他也会哦效法你这一种精神。那么况其尔者乎？哦，所言呐，啊，千里之外呢都会响应，那何况呢？那个耳就是近呐，啊，哦，很近哦。那何况呢？这个近者，言的都会响应的，何况近者？那么积其事啊，出其言不善。哦，你没有出门，在家里面讲话，那你讲话呢都哦不好听哦，负面的不善，则千里之外啊违之。哦，就是千里之外啊都违背了，不跟你哦这个相应，说那个啊不合理哦。那么况其尔者乎？何况呢近的，千里之外都违背了，那近的更呢哦不苟同你的意见，哎，所以哦我们现在是啊整个哦世界啊都是啊哦这个一村哦，就是好像相处得很近呐，啊，哦因为资讯发达哦，都呢可以啊知道信息。那么言哦，出乎身而家乎名，说哦，我们这个话哦，我们从身体呀，啊，哦讲出来哦，然后呢啊，这个家道啊，影响到哦他人别人哦，所以这个言行言出乎身呢，家乎名哦，就呢影响到别人。那么行花乎耳，见乎眼，哎，就是我们的行为啊，哦，花乎耳。就是花出来的时候很近，哎，从我们的身体呀，啊，哦，花出来很近，可是啊，哦，很远的呢，也能够见到你的行为，哦，就是传播了，哎，能够呢，哦，这个传播到你的这个行为。那么言跟行啊，哦，君子之枢机，哦，就是那个机关，哦，这个言行啊，哎，就是君子的哦这个机关。那么施机之花，这个机关一花了以后啊，哦，要荣还是要禄？哦，荣就是好的、光明的，禄就是侮辱啊，不好的。哦，啊你哦，这个讲出来是光明面啊，得到了当然也是光明面，哦，是荣耀。哦，啊你假如说讲出来呢，哦，都不自爱，那哦这个附和的人呐，啊，他一定呢会骂你。哎，那就哦五路了哦，所以荣禄啊哦是主也哦，要哦荣耀呢还是要五路啊？你自己当家啦哦，言行，因为你可以啊哦，要怎么说要怎么做，啊，都自己当家，这样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都了解哈，言行哦，君子之所以啊哦动天地也哦，这个言行啊就是我们君子之所以啊哦影响到普天下的人哦，动天地啊，哎，就是影响到天底下的人哦，可不胜乎？
哦，怎么可以不谨慎呢？就是要很谨慎。那么同人，哦，这个是讲卦，哦，同人的卦，因为，哦，同人的卦上面是乾，下面，啊，哦，就是离。那乾，哦，也有天的意思啊，那个离啊，哦，日，日夜的日啊，日的意思，是不是同人的天啊跟日啊一不一样？天跟日啊一不一样？天那个里头有感冒，哎，所以叫同人啊，哎，卦的名号就同人，哦，就是乾，然后跟离，哦，离啊是后天的日，坎就是，哦，月啦，哦，离就是日，哎，所以我们了解，哦，那个啊，哦，上面乾下面离啊，哦，那个卦就叫同人，哦，同人。那么，哦，先，哦，毫条而后笑，哦，那个条呢，哎，就是哭啦，他哭得很大声，哦，哎，叫做条，哦，先哭啊而后笑，哎，就是同人，哦，是一种，哦，卦的那个含义呀，啊，哎啊，所以孔老夫子就讲说，君子之道啊，哦，后出后处或默或语，哦，就是他的言行动作啊，哦，孔子，哦，讲，哦，君子之道啊，哦，不管呢，哦，他是行或是坐，哦，或是默或是讲话，哦，两人同心啊，其利断金，哎，就是在讲，哦，这一种，哦，同人的卦的含义呀，啊，哎啊，所以或许说古代的人，哦，很厉害，哦，用那个卦就可以表现，哦，那个意思，啊啊，也用卦，哦，哎，那个呈现以后，啊，来教导人民，哦，怎么样生活，哦啊，所以，哦，这一个，哦，卦，哦，同人的这个卦象，哦，就是事前，啊，很慎重多虑，然后事后，啊，就很坦然豁达，啊，所以，哦，各位前人，因为或许就讲，哦，本文，啊，那底下解说，哦，就给各位拿回去家去看，那个解说，哦，都是蛮，哦，理想的啦，哦啊，所以各位呢，哦，就一样呢要看那个，哦，解说的含义，所以啊，君子，哦，待人接物之道，哎，就是要呢同人，因为同心之缘啊，哦，其秀如朗，哎，就是我们能够同心，哦，然后讲出来的话，哎，它的秀，哎，就是我们，哦，彼此闻到气味啊，叫秀，啊，就好像朗，哦，好像那个芝兰，哦，那么香，哦，刚闻到芝兰会觉得哦非常香，哦，是闻久了才没感觉啦，哦，好像去市场一样啊，哈，哦，这么臭，鼻子都，哦，捏着不敢闻啊，可是你久了以后没感觉到臭，哦，对不对？哎啊，这个呢是告诉我们说，假如说我们是同心，那同心的话讲出来的话，哦，就能够呢，哦，互相呢，哎，都，哦，同意，哦，苟同，哎，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哦，这个男女之间，哦，要谈情说爱，也是一样要同心，哦，才讲得起来，然后呢，哦，往后才能够相处，哦啊，才能够呢，哦，白首偕老，哦，都是要先同心，哦，那个同理心，啊，很重要，哦，因为只要心不同，讲出来话就不一样，哦啊，就会有很多棱角。那么初六，哦，那个初六就是那个卦的最，哦，底下，哦，最底下呢，哦，那一个爻，假如说，哦，最底下那一个爻是乾的话，叫，哦，初九，哎啊，因为，哦，最底下那个卦，哦，是坤，哦，所以叫初六，哎，然后，哦，二三四五
到呢、哦、那个上、哦、上假如说是乾的话上九、哦、是坤的话呢、哦、上六，这样知道吗？所以、哦、我们就是了解先呢、哦、会看、哦、看那个卦、哦、初六、哦、借用的白卯，各位浅显那个卯、哦、或许少写一撇啦，哦，就要改哦，倒来，好多那个毛或许都写错了，或许都欠哦，欠一撇，少一撇，哦，借用白毛哦，无咎，就是哦，那个很轻呐、啊，哦，那个白毛哦，啊无咎就没有过错，哦，所以孔老夫子讲。果错诸地啊，而可以，就是、哦、那个最底下、哦、你用那个白毛来铺地呀、啊，啊，这个东西呀、啊，错诸地、哦、就是东西掉下来地上，哦、而可以就是不会破了，东西掉到地上、哦，它不会破，因为有那个白毛、哦、把它挡住啊，哦，不会破掉。这个呢、哦、就是、那个大过大过的卦、哦、各位翻过来第十页、啊哦、那个、哦、大过、哦、那个卦最底下就是一个阴，然后上面呢、哦、就是有、哦、一二三四、啊哦、四个阳，最上面、啊、也是阴，有没有？哦、所以呢我们就看、哦、那个大过、哦、就是太超过了、哦、初六呢就是最底下的那一爻、哦、爻象、哦、那个爻象是比喻、啊哦、以白毛这个毛又切一撇了、哦、所以各位要看到那个切一撇啊，它撇了、哦、那么不会呢有什么差错哦，即使东西呢掉落到地上，也不会破碎。哦，用呢白毛、啊、来铺地，哦，可以说呢是极为啊慎重，啊很慎重啊。我们对什么事情呢都很慎重的对待，哦，啊就不会有错失啊，就不会哦，不好了。哦，那这个毛一样又是少一撇。哦，毛之为物啊。质地柔软而可以呢承受呢重压、哦、如果凡事、啊、都能够呢慎重的运用、哦、持一个原则、啊、去做，那应该呢就不会再有差错了、哦、所以这个解说有时候我们一看呢、哦、那个小的字、啊哦、讲得很明白。那么借之用毛、哦、又少一撇，那么合旧之用哦、就已经、啊、不会有过错、哦、慎之时也，很谨慎，我们遇到呢、哦、不管什么事情、啊哦、都很谨慎，谨慎的开始、哦、胡毛之为物啊，薄而科、哦、用重、哦、就是可以重压、哦、那个胡、啊、是花语词、哦啊、这个毛一样又少一撇，会习惯的哦，欠就是欠一撇的，每一个毛都少一撇。哦，慎哦就是很谨慎哦，这一个方法哦，也以往你这样呢哦去应对以后遇到的事啊，哦其无所失啊，就不会有过错了。哦，所以我们哦就是了解到。哦、用这个原则前进、啊哎、发展下去、啊哦、就不会有过错。那么劳谦君子、啊、有终，这个劳谦君子有终极、哦、是始于、哦、我们、啊、这个各位有带、这一章来吧，各位有带这一章吗、哎、我们、哦、把它呢翻过来看、哦，那个四九二三五七八一六的底下哦哦，它这边呢 就是有那个二呢坤哦跟艮啊八二八异位，有没有找到？哦，那个二啊就是坤哦，艮啊就是八，它、啊、这个二跟八哦，它是哦已经把它
意味就是互相、哦欸、把它改过来了。本来那个八、哦、在那个坤的地方，二呢、哦、在那个棍的地方，他把它孔老夫子把它、哦、对掉、哦、所以各位浅浅、哦、就看我们看那个最底下坎一，对不对？好、哦，坎一、哦、然后啊、哦、它本来是一二三四啦，二呢、哦、就是坤、哦、三呢就是啊震，四就是巽，然后再看到右边、哦、前六、哦、六七八九，它的顺序啊本来是这样，有没有看出来？有没有？哦、就一二三四，然后六七八九，有没有？那现在二八异位、哦、就变成一八三四了、哦、然后六七二九，有没有？好、哦，就是这样。所以、哦、孔老夫子为什么会把它、哦、对调？就是说、哦、这样对调，万物才生生不息。不对调的话、哦、它的生啊不顺。啊、所以一对调以后、啊、没有、哦、对调呢，那个叫做三地波了。对调以后、哦、叫地三千呐。各位有没有看出来？他过来扯了、哦、就在写那个二八异位的地方，不是有写位异位啊，三地波异位后啊，地三千有没有？不保。哦，对。因为、哦、还没有异位啊、哦、它虽然两个、哦、都一样是一个坤、啊哦、一个棍，棍就代表山，坤就代表地，那还没有异位的时候、啊、那个山在上面、哦、地在下面、啊、就是高跟下不相接啦，高下、哦、不相接、啊、所以、哦、那个波就已经、哦、被那个五音、哦、一直波波波波到他快要没有地位了、哦啊、所以那个就十以九月、哦、那个阳、啊、已经都、哦、快要全部都消失了、哦、所以那个已经、哦、不保，他的位、啊、已经不保了、哦、所以波。然后我们再看、哦、他把它这个改变以后啊，变那个地在上面，山在下面，哦、就变千、哦、虽然也是一样、哦、五阴一阳，可是这个时候的一阳、啊、就刚好当位，位、啊、就是 正,、哦、正好了、哦、是时宜、啊哦、我们的人、哦、各位浅显八卦的、哦、上面两个代表天，中间两个代表人，下面两个代表地、哦、天地人啊、哦、那我们了解说底下是往上升的啦、哦、那到升到上面、哦、都没去了、哦、啊所以呢、哦、就变成了、啊哦、三地波都八个都没去。那么在这个、哦、第三千、啊、虽然说呢整个也都是坤，有 五个、哦、坤一个阳嘿啊、所以、哦、各位先生，孔老夫子说、哦、一金、啊、有五名，一个金主、啊、一个皇帝，有五个人民，嘿那个、哦、行的、哦、那个、哦、政令、啊、就可以很、哦、这个充分的发挥，大家都听话。那假如说、哦、我们现在的、哦、那个政治、啊、就是、哦有两个君、啊、只有一个民，大家想当头啦、啊、人民只有、哦哦、一个，人民很少，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他那个卦的含义、啊哦、你看有一个君、哦、然后有很多民、啊、好不好管理、欸、大家都听话是不是、哦、这个安居乐业对不对？啊、你有两个、哦、两个君，就是两个人都要争、哦、争当家了。那底下只有一个民、哦、听话的只有少数了、啊、想当头的、哦、很多数了，是不是这个、哦、就危殆不安了、啊、所以、哦、有一君二民、啊、就叫君子之道了。
哪有哦？二经只有一名，那个叫小人之道，这样了解吗？哦，有一个君王哦，然后底下有哦比较多的哦那个臣民，这样就君子之道哦，可以呀、啊，哎，大家安居乐业。哦，那假如说哦，大家都想当头，有两个头哦，安民只有一个，那这样呢哦，就呢危殆不安。哎啊、所以我们看卦、哦、先了解一下、哦、那个卦爻的含义、啊啊、所以它在这边、哦哦、虽然也是一样有五个阴、啊、一个阳，可是它是单位、啊、单位、哦、它就是谦、啊、为什么它很谦卑，它的位、啊、很危殆不安、哦、都不是帮助它的、哦啊、所以他很谦卑、啊、所以、哦、因为就有讲到、哦哎、这个劳谦君子、啊哦、有忠、哦、那个劳谦、啊、我们就是了解、哦、是一个、哦、牵挂、哎、就是这样、哦、他呢这个、哦、在呢、啊、很多的、哦、阴德、哎、那个里面、啊、只有他是一阳、啊、所以这样、哦哎、就、哦、他必须要谦卑、哎、虽然说、哦、他的位、啊哦、是单位、哦、就是好，可是、啊、你毕竟、哦、还要有人来、哦、听你的调遣、哦、有人、啊、帮你做事、哎、所以他要你谦卑才能够摄受、哦、摄受、啊哎、这个、啊、很多的、哦、他周遭的人啊、所以哦，孔老夫子就讲说，劳谦君子啊，有忠，哎，就是要有那个耐力呀、啊，不能说一下下哦，你就骄傲起来，哦，他不会，哦，他劳谦呢，君子啊，哦，有忠，哎，这样呢就急，哦，劳动然、啊、后而谦恭的君子啊，做事呢都有始有终。怎么突然没声音？有了有了，哦，这个我们呢，这个突然之间啊，哦，他说好了，讲得太详细了哦，他竟然会麦克风没有声音，好了。所以、哦、这个孔老师就讲说劳而不华、哦、就是劳、哦、很劳动很勤劳，但是呢那个华、哦、就是伤害、哦、劳呢不伤害到别人、哦、不害人，那么有功而不得、哦、他有功劳、哦、那个不得呢就是不积德啦、哦、不自居呀、啊啊、不会说、哦、所有功劳都是我的，不会啦、哦、所以不得，所以我们、哦、这个中国字啊，假如说我们把它、啊、不得、啊、不得那么那也安内、哦、就感觉不好，可是它的含义啊、哦、却是说你有得、啊、可是不居得、哎、就是、哦哎、你这个好了推功能、哦、懒过那个意思哦，就是啊，哦，非常的好，哦，所以啊，这个有功而不得，厚啊是智也，哎，就是哦，心地啊很窄厚，哦，很宽广，很窄厚。那么于于哦，其功哦，下人者也，哎，就是哦，哎，有功呢，可是还能够啊，哦，屈人之下，哎，就是听人哦调遣。哦、所以啊这个呢、哦、就是非常、哦、这个理想的状态。那么德、哦、言圣、哦、理、啊、言功谦也者啊、哦、自功以存其位、哦、这个德啊、哎、我们德呢就要呢这个啊先圣很多啦、哦、德要很多。那么礼呀、啊哦、我们那个礼节啊就是要有恭敬、哦、那谦也者啊
哦，自公啊，以成其位，他就是哦，能够啊，非常的哦，做到啊，这个礼自公，哦，礼呀、啊，言公能够自公，那自公呢，他那个德啊，自然就很兴盛，哦，所以啊，这个有一点哦，安尼倒装，哦，所以啊，存其位，那因为哦，能够自公。哦，会对人都非常的谦卑，哦，然后对人恭敬，哎，啊、德呢很兴盛，那这样呢，他的哦那个地位啊，哦或者是哦这个职位啊，都啊这个能够啊啊这个保存呐、啊，所以啊存其位。可是圣人他不会哦啊为了他保存他的位啊，哦故意去做。而是吃以自然而然，哦，自然的哦，劳谦，很这个哦，勤劳哦，帮助别人，可是不会危害到别人哦，不会。然后啊，哦，这个建立很多的这些功德，他又不自居呀、啊，哦，自己呀、啊、不居在哈、哦、那个建立很多功德的地位。那么接着底下呢，哦。这个亢龙有悔，哦，这个是讲哦那个乾卦哦最上面的那一啊那个上九的爻辞啊，哦亢龙有悔，亢就是高啦，那个龙啊就是能力的哈、哦、那个意思，啊你这个能力太强了，已经高到哦。快接近上天了，这样呢、哦、你就不容易做事啊。所以啊，只要你有动，哦，有动静、有行为啊，就很容易后悔。哦，所以空老夫子就讲说：贵啊而无畏，高呢而无名。哦，这个最高的哈、哦、那个哦乾卦最高的那一哦那一个爻辞啊，哦那一个爻。就是很高的、哦、可是啊你没有地位、哦、要在那个三跟四啊那个地方、哦、才有地位啦，啊你已经高到、哦、那个最上面的、哦、那个没有位啦、哦、那个呢、哦、高而无位、哦、贵而无位呢，高而无名，虽然很高啊，可是底下没有功于应用的人哦，所以啊，高呢没有名。那么贤人哦，在下位而无辅，这个贤人哦在下，没有那个辅助的人呐、啊，就讲哦，这个啊，这个行龙，亢哦，那个念亢对不对？哦，亢龙最高的那一画，很高。哦，那贤人在下位啊。哦、底下也都是一样、哦、那个是属于哦乾卦，那么贤人在下位啊，可是啊没有辅啊，哦没有辅助的，所以他意思呢说贤人在下位没有这个上级的提拔，哦想要呢有所作为啊，哦就会有那一种后悔的事啊来临，哦所以他讲说。哦，动而有悔，哦，是以呀、啊，动而有悔，动呢，哦，有所行动啊，哦，就会后悔。那么不吃哦，不停哦，无咎，哦，就是我们呢啊，在家里面居住啊，哦，不要出去呀、啊，就没有过错。哦，孔老子讲说，乱之所生也呀、啊，哦，则源于呀、啊，以为皆。哦，说这个乱哦，是非啊，哦那个啊乱，所以产生，为什么产生呢？哦，就是因为语言呐、啊，哦当阶梯呀、啊，哦讲话出来啊，那个乱才会发生呐、啊，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古时候的哦这个文呐、啊，真的有一点哦，就是要哦透彻的去了解，哦说乱之所生呐、啊。则言语呀、啊，以为阶，哦，这个语言哦为阶梯呀、啊，就是讲话哦不谨慎，哦就会产生的那个乱，哦，筋不密啊，则失沉，
所以在讲话的时候啊，假如说呢，你啊不谨慎，秘啊，就是谨慎的意思啊，秘密，假如说呢，你讲话不谨慎啊，就会失掉啊你的成名，成不秘啊则失身，然后当这个底下的部下的他不谨慎的话呢，他就会啊丧失他的那个位阶，甚至于啊丧失呢他的生命。所以啊这个不吃护庭无咎，就是那个结卦吃酒，最底下的那个爻辞就是呢不求表现，便呢可以啊明哲保身。那么灾祸之发生啊，都以原理啊为阶梯君王呢要是原理不谨慎啊就会失去他的臣民，臣民要是原理啊不谨慎啊，就会失去他的职位或者性命。所以这个解说呢都是很详细。那么机事不密啊则害臣那个机事，机呢就是机微那个征兆那个很微细的那一些事啊，就是啊你不密不谨慎的话，则呢害臣啊就会啊妨害呢他的成功。所以君子啊慎密啊而不出言很谨慎很秘密然后啊不讲话不落入行为。那么子曰这个孔老夫子讲说，作义者啊其知道乎，说呢做这个义理义经的人，他知道呢这个强盗啊那个怎么样形成预约易经里面啊记载户却胜啊自扣自那个户啊就是背着包袱这个一些啊全部的家产啊都背在背后然后那个乘就是金子之器啊，你要乘车或是要乘马车跟马，我们那个富的人啊他没有能力就是啊这个坐车啊或是坐马。所以啊这个有时候又关系到古时候的生活习惯所以孔老夫子就讲说富且胜那个臣你富啊就是困苦的人，可是啊你去坐车或是乘马坐车乘马是富有的工具啊，你这个困苦的人去啊做那个富有的工具啊，是不是不合了所以自扣自啊就会引起啊那个扣就是强盗他就会到来就是你我们这个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讲财啊不入白，比较容易了解意思啦。你很多钱你不要拿出来炫耀，你拿出来炫耀你就要小心，有人已经要想强盗了要全部把你那一些钱啊都呢收归他所有。所以啊钱不入财不入白这个各位知道意思吗你很多钱不要炫耀我们台湾的话说卖铁菜店，你那铁菜店累了人家想要了你都包着人家看不到，人家不会起心动念所以啊这个富缺臣啊就是那个意思。那么富也者小人之事也，你把整个家当啊都背在那个背上啊，是不是小人之事？然后乘也者啊金子之器，不管你是乘车还是乘马那个都是金子之器。那么小人而乘金子之器啊
哦，道师夺之矣。那个强大呢，哦，他就想要来哦抢走你的东西呀、啊。哎，那、啊、所以哈、哦，这个是我们呐、啊，哦，就是祸由自取呀、啊，灾难自己呀、啊、找来的，哦，所以啊，哦，底下的那个讲解就是，哦，上慢呐、啊，哦，下曝，哎，就是哦啊不谨慎，哦，下面曝露，道失华之矣，哎，那个哦。强盗呢、哦、他就想要抢、哦、抢夺、哦、漫长轨道、哦、野龙呢为引、哦、漫长呢、哦、就是你、哦、这个不谨慎的、哦、收藏、哦、不谨慎的收藏、啊、就会引诱、啊、那个强盗、哦、来盗走你的财物。那么野龙、哦、为引，就是啊，你啊，这个装得很妖艳，哦，这个装扮啊很妖艳啊，哎，就是告示啊，哦，那个色狼，哦，回引回就是引诱啦，哦，告示色狼说这里有美色啊，赶快来，是不是自取的咎由自取？这样了解意思吗？哎，我们看文字哦，或许也是哦。哎，这个漫长轨道，然后野龙回语，哦，也是啊，研究蛮久意思啦、啊。说你哦不谨慎呐、啊，你藏的财物啊都不谨慎，强盗就要来抢夺。啊，你哦化妆得很妖艳，哦，就告诉色狼，哦，你引诱色狼来哦抢宝，这样懂不懂意思？哦。讲白话了以后啊，哦，就很明显了，对不对？可是啊，我们哦念起来哦，漫长轨道，野龙回引哦，你在那共享哦，所以啊，一解说了以后啊，哎，整个意思啊都出来。那么意曰哦，故且慎啊，自扣自啊，哦，道之招也，哎，就是哦，我们啊自己呀、啊、招来的哦，自取呀、啊。哦，那个耻辱，咱家己找来啦。哦，我们自己找来的，这样懂意思吗？哎，我们呢这个哦第八章啊，哦就已经呢这个讲完了。那么这个系辞上传第九章哦，哦一直啊到那个天下之能事必矣呀、啊，这一段哦，孔老夫子说这个。后儒所家啦，就是啊，孔老夫子以后的儒家，他添上去的啦。嘿，那我们呢？哦，就是了解到他已经着重哦，在啊、那个占卜啦，了解意思吗？着重在占卜，他不着重在哦我们那个哦会命，他着重在哦占卜的现象啊。哎啊，这个呢，孔老夫子说哦，他没有这一段，所以啊，我们说，嗯，那后来的人怎么会加上去呀、啊？因为哦，那个秦始皇焚书的时候把它烧掉了，那后来的儒家哦，哎，自己研究以后啊，觉得这个很好，把它加上去的啦。那我们一样哦，既然有了，我们就哦稍微了解。说天一第二，天三呢第四，天五第六，天七呀、啊、第八，天九第十，天四五啊哦第四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哦，所以啊这个一三五七九啊就是天数啦，哦二四六八十啊就是地数，哦，所以天数跟地数啊哦。就呢、哦、在这个上面、啊、就已经讲了，那么天是二十有五、哦、地是啊三十，所以、哦、那个、哦、有、哦、这个以后后来的儒家呢就讲说、哦、天是那个阳啊才二十五，然后、哦、那个地是的阴啊有三十，那天是、哦、是金子，啊，那个
第四那个三十哦，就是小人啦、啊。啊，金子只有二十五，哦，小人有三十，所以凡尘啊，小人比哦金子多了，哎，还蛮符合哦天地数的。哎，可是哦，我们后天呐、啊、哈、哦，哎，就已经把它改变了哦。后天呐、啊，哦，我们就可以看，哦，那个后天的那个哦八卦，哎，它就哦，哎，那个哦天四跟地四啊就不同，哦，天四一样哦是二十五啦，可是地四哦竟然只剩下二十啦，所以小哦小人就减少了，然后啊哦那个金子啊就增加了。哦、因为、哦、我们了解说他已经把它呢、哦、隐藏了、哦、隐藏起来了、哦、不见了。所以、哦、各位看那个、哦、那个后天八卦的、哦、那个、哦、那个鸡事跟呢我事、啊哦、一三、哦、五七九都在。那么二四六八哈，各位浅显，二四六八是不是二十？对不对？可是啊，我们先天啊哈，它真的是哈，哎啊那个地势啊，哦二四六八十啊，哦就有三十。可是，在后天的时候啊，哎它的哈那个阴啊，哎只有二十，对不对？不看出来不、哦、整个啊、哦、它的阴啊、哦、只有二四六八二四六八它没有十啦、嘿啊、所以已经、哦、它呢只有二十，可是它隐藏哦，那个十、哦、不是消失哦，各位就可以看哦，嘿它的那个哦哦，隐藏一跟九啊，就是十；二跟八呢，十；四跟六啊，十；哦，三跟七啊，十。哦，这个呢，我们就了解说，哎，它那个四正啊，哦，就是都十啦，拢是正。啊，所以哦，那个十，哎，就是两个五啦，哦，两个五，哦，就是十。嘿啊，已经哦，它都隐藏，哦，不用了，隐藏。所以无跟实啊，嘿，就是天地之心呐、啊。嘿，那我们呢，之前就讲，哦，我们呢，抽砍天理呀、啊，就是三加六，哦，就九菩萨。然后到十啊，就隐藏不见了，就已经成佛了。嘿啊，所以哦，我们了解这个，哦，天地的数啊，哦，就是啊。啊，让我们、哦、有所啊这个选择，哦，这个就讲哦，那里面天师二十有五，地势三十，凡天地之势啊五十有五，此所以啊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哦，就是天地数啊，哦，这个行变化，哦，这个成变化行鬼神。那么底下呢说大愿之事啊五十哦愿啊还愿，哎就是、啊、一直啊哦这个生生不息啊还愿，还愿之事啊五十，那么其用呢哦四十有九，我们才哦用四十九哦分而为二哦以相哦两一样、啊、哦那么卦一以相三。哦、把那个一呀、啊，就是哦，去除掉、哦、然后向三，叠之以四啊，以向四十，归哦，其一，这个字哦，或许在字典都找不到，哦，不知道怎么念，哦，我们用拗来念好，以向论，哦，五岁啊再论，哦，五年能论呐、啊，哦，故在有后卦，这个呢。哦、都是着重的、哦、我们怎么样来、哦、那个占卜啊、那已经不在孔老夫子的、那个、哦、里面、哦、不在呢、啊、那个十义里面。那么乾之策啊、哦、216、
坤之测呢，140有四，那个就是爻啦，乾爻跟坤爻。那么凡360，当期之日啊，二篇之测啊，万有1520，当万物之数也，万物啊，所有万物啊，就是1520。故是故四淫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淫而生之啊，次烈而长之，天下之能事啊，必与。那这一段呢，孔老夫子说，那个是后儒所加了，后面的儒家他添上去的啦。着重底下的占卜啊，就是四规占卜。那么显道啊，神德行，我们呢这个就是啊，明显的把这个道啊能够推广显道。神德行，就是啊，神德，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呢啊，就已经呢到达我们那个要追求啊，到我们本位的那个状态，那个神德行，就是提升啊，我们自己的那个人格已经呢到最高的那个程度，神德，就显道啊，神德行。所以我们在凡尘啊，大概就是要显道啊，神德行，我们呢本身呢要自己具备自己呀、努力的方向，故呢可以呀、这个筹作，就是啊这个能够啊筹就是应筹做啊就是那个互相呢这个讨论互相啊能够有利润那一种状态可以这个筹作就是呢把那个显道神德行啊一直啊能够推广，然后找到呢同修的然后一直努力那么可以啊佑神矣那个佑啊就是助帮助啦帮助呢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慧命就是啊我们佛性本体可以啊佑神矣。那么孔老夫子呢就讲说，知变化之道者知道这个变化呢知其神之所为，知道这个变化以后啊，我们就知道那个神是在做什么了是不是已经都把我们往上推了，有没有？可是我们都往下说知道变化以后，然后啊我们从变化的里面啊去用心，可是呢孔老夫子又不一样讲，他说知行之所为，知道呢那个神啊他在做什么，那神在做什么？各位浅显，我们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在做什么？做什么？无为啊，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啊无为，可是啊无所不为，这样知道吗？一波心在走没有心去做，可是每一个出来呢都是他出来的，这样了解吗？是不是不一样的所以孔老子教我们不要往下，一定要往上往上追求呢才是正确这样我们才有办法能够回归到本位所以啊其知神之所为知道啊神在做什么那我们呢就是啊了解到说神无所作为我们的佛性啊他无为无所作为，可是啊完成的万象万事啊却是我们佛性出来就无所不为，这样了解吗？有一点抽象了无为就无所不为，那我们有为就是有企图啦，
那有企图哦，就跟真理相违背了，这样懂意思吗？嘿，所以哦，这个比较抽象，我们就是要哦深刻体会了。哦，我们哦佛性本体呀、啊，它无为，它不会呢哦有企图，没有。哦，啊没有的话呢，哦就啊能够哦自然而然，该发生啊都让它发生，该生长啊都让它生长，所以就无所不为。这样懂了没？哦，比较抽象哦，哎啊，所以哦，我们研究啊哦，那个孔老夫子的哦微言大义的、啊，讲出来是很微啦，可是他的义理却很大。哦，那我们不哦仔细呀、啊、哦去研究的话，不了解，真的不知道。哦，所以啊，我们到这边哦就已经呢啊这个第九章啊哦就讲完了。那么底下呢哦就是啊这个第十章。那么第十章呢哦就讲义有圣人之道是焉。哦，在易经里面呢、啊、哦易经的真理里面，那么圣人之道、啊、哦有四个方向。哦，以言者啊，上其辞，哎，就是哦，这个讲出来的哦，那从上哦，他的哎那个文辞，那么以动者啊，哦，上其变，哎，就是在哦易经义理呀、啊，哦那一种哦动哦，就呢从上啊哦它的变化。那么以志气者啊，哦，上其下。那么要制哦，制造啊这个器具，让呢百姓啊来用。哎，他呢就崇尚他的形象，从形象呢哦能够建立啊器具哦，让百姓呢都能够用。那么以朴素者啊，哦，上其战。哎，所以哦那个朴素啊，哦你要。了解到怎么样来哦求卦那个卜术啊，就从哦从上哎他的占卜，所以孔老夫子哦他都一直讲，我们要卜术啊，要哦被哦求卦，就是你要非常虔诚，心都没有纤尘啊，哦纤尘哦就是非常小的灰尘啊，哦尘埃都没有，全部啊。哎，整个呢都是空，才能够哦跟呢神合，哦，所以人呢要跟神合，才可以哦求卦，哦很慎重，哦，所以或者看的哦孔老夫子的讲法，跟我们凡尘的完全都不一样。我们在求卦的时候啊，都有一种哦，哎，不是很恭敬的心呐、啊。哎，都是有一种好像哦，那个玩弄，哦玩弄的那一种哦，那个心思。那跟孔老师讲的哦，就是哦无一点哦那个尘埃呀、啊，没有哦那个纤尘，一点点的尘都没有哦，这样呢，我们神哦人合一了啦，神跟人合一呀、啊，神会借着卦来告诉你事情。是这样啊，哦啊，所以或许看的时候啊，跟我们完成在补哦那个补卦都完全不同，哦不一样啊，哎啊，所以孔老师很慎重，他说哦，我们人跟神合在一起以后，神会借着卦的象来告诉你怎么做，告诉你答案，哦，啊所以啊这边哦这个呢啊亦有。哦，这个圣人之道是焉呢？哦，那孔老子讲，那么是以君子啊，哦，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已也。哦，所以因为啊，就是很慎重，所以哦，这个君子啊，哎，将有所作为，他是呢，从那个卦，哦，上那个神指示说要怎么做，所以他呢，将有所作为。哦，然后啊，有所行，哎，就是实践要怎么做，
然后问焉啊而已耶，问了以后啊，然后才讲吃啊，他的那一个真正的要怎么做的里面的这个道理。那么其寿命也如想，就是接受那个卦象，接受呢那个细辞啊，那个指示的时候啊，就如同那个音声之相合啊，响音响，有音呢才有响，所以寿命我们呢现在呢卜卦大概都没有这样慎重，可是孔老夫子对这个非常注重，说你呀、真正的要这个占卜的时候啊，你就是要跟呢这个上天合一，然后这样呢那个神就借着那个卦来告诉你要怎么做，告诉你要怎么讲，就有答案，所以寿命啊也如响，就好像呢音啊跟响，有音啊就有响，那么无有眼尽啊幽深，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没有那个等于说整个要怎么做要怎么样的去说呢就没有眼尽幽深了、就已经整个答案都出来。那我们假如说遇到困难的事情啊不会解决那呢就有眼尽幽深了。那假如说能够很虔诚的来占卜神啊就借着卦来告诉，那么告诉我们以后啊没有这个幽深眼镜的没有了都很清晰。那么岁之来物就是因为这样呢知道啊未来的事跟未来的物未来的事物啊都知道。那么非天下之至坚啊其孰能逾于此，假如说不是天下最这个精就是啊精精髓那个最这个最殊胜的那个状态什么人有办法到达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孔老夫子呢就讲说呢能够呢占卜啊能够跟呢这个天合一了以后，然后天所告诉你的啊就已经都很清晰，没有呢眼镜幽深，所以啊你知道啊未来的事啊跟未来的物未来的事物啊都知道那假如说不是天下的至今哪有办法给你这一些呢就是我们呢、就是了解到到达我们最像佛学一直在讲，我们已经进入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你处久一点就处在那个状态久一点，你就会发挥呢般若的妙智慧，那个般若的妙智慧啊就是这边所讲的那个坚啊是坚，这样知道意思吗所以啊我们啊天下的至坚就是啊已经都在我们的身上至坚也在我们身上。那么义呀、无私也无为这个易经啊我们要了解到它无私无为，所以这边啊各位就可以想象是不是不义，对不对？不义呀、不义财呢无私无为那我们凡尘啊在追求啊这个不义都不研究你假如说研究便利啊这个无私无为你怎么说啊就没有理由了所以无私无为就是不义，不义啊不变不变无私啊也无为啊无私无为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状态，它无私无为。
哦，没有，没有企图，哦，也没有作为。可是啊，凡所有的凡尘一切，都是从我们佛性本体生发出来，哦，所以啊，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各位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佛性本体啊，是不是寂然不动？有没有动？寂然不动。哦，可是我们可以啊，感而遂通。哦，让你去遇到、碰到哦这个现象，哦事情，你都能够遂通，都能够通。哦，那个就是啊，我们呢，哦那个佛性本体的状态。啊，没有，你只要说没有研究不易啊，这个就解说不来了。那我们研究不易，了解说这个就是这样自然呈现的状态，哦，自然而然呈现啊，所以啊，哦，感而遂通。底下就讲归天下至神，你看我们啊，哦，不生不灭的哦佛性本体啊，是不是至神？哦，到达最顶点，哦，最高的哦神，至神，哦，这个其孰能啊于于此？什么人有办法到达这样？哎，所以哦，就是啊，哦最啊这个殊胜的我们的哦佛性本体。那么胡意哦，圣人之所以啊极深而言机也。哦，圣人啊，哦，所以极深，哦，可以了解到，假如说是凡尘的便利现象，深不深？深不深？凡尘的便利现象啊，深不深？会是极深吗？不会啦，啊那边，那卖研究嘛那边，哦，白天夜春夏秋冬，是不是我们都看得见？深不深？不深啊！啊，为什么哦？这个啊，极深哦，不但深，还是极深。所以就要了解到哦，绝对不是表面的啦，那看不见的哦，是我们哦那个啊哦佛性本体的状态，所以它才极深哦，非常的深。而研机啊，研就是研究，机呢，哦，就是哦征兆，哎，那个哈，哦，很微小的哦，那个呢，哦叫机，哦，研究啊，哦很这个征兆微小，哦研机，那么为深也，故能通天下之智，因为它很深。所以啊，可以通达天下之智。各位浅显，天下之智啊，是要做什么？我们不是时常都要立志向吗？有没有？好，哦，我们那个假如说呢，这个训练讲师的话，哦，要讲的哦那个题目啊，大概最多的就是哦立志向啊，对不对？各位浅显，我们立志向啊，哦，要怎么样建立志向？天下之志啊，大家都想达到什么？我，哦，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嘛。哦，所以啊，这个呢，通天下之志啊，我们天下的志向都希望能够脱离苦海，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所以天下之志啊，哎，就是要我们都能够成道，哎啊，所以通天下之志，哦，就是因为深，啊，不容易达到啊，哦，我们脱离呀苦海，脱离呀，哦，这个尘溺呀，容不容易？不容易，哦，所以很深呐，啊，哦，要哦研究啊，脱离这个苦海啊，哎，就是不容易，哦啊，所以呢啊，就是很深。可是啊，哦，这个为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哦，能够通达，哦，天下呢追求的哦这个志向。那么为机也故能成天下之物，哦，就是啊很啊那个微小，不容易见到，哦微哦机微哦就是征兆，
因为、哦、很、啊、微小微细、啊、所以能够成天下之物，完成天下的任务、啊、嘿，我们呢要使天下的人、啊、都能够脱离苦海，这个任务、啊、容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微细的地方、哦啊、很关键的所在、哦、我们要脱离苦海、啊、很关键的所在、啊、就在我们的心、啊、愿不愿意离开苦海，微不微细，就很微细、啊哦啊、所以我们就已经呢、哦、圣人、啊哦、他知道了，所以能够成、哦、天下之物，完成了、哦、整个天下的、这个任务。那么为神也、哦、故、啊、不急而速，不行而至、哦、就是神，就是我们呢、哦、那个佛性本体的状态，所以呢不急而速，很快、哦、就到达了、哦、不急而速，然后不要做，那已经到了。我们到达佛性本体、啊、是不是这个状态、哦、就呢、啊、这个不急而速，然后不行而至、哦、我们不用做都到达了，为什么？知道了、哦、知道了我们的原来、哦、不生不灭佛性的本体状态，知道了，知道就到了，这样了解吗？我、啊、又很怀疑、啊、这贺佛兰好的给我们、哦、我们都很怀疑，真的吗、哦、很怀疑、啊、不敢、哦、相信，它、啊、确实就是这样、哦、当你已经都、哦、整个佛性的、哦、轮廓都呈现，要怎么到达也知道，那就、哦哎、不急而速，不行而至，不用你做你就到了，为什么？已经、哦、认知到那个程度、啊哎、就已经到达、啊、所以佛老祖就讲说，亦有圣人之道是焉、啊、此之谓、哦、就是讲、哦、这四个、哦、这个啊君子之道、哦、就是要、哦、能够、哦、这个词、哦、能够呢在文辞方面、啊哦、能够崇尚，然后呢动呢就上其变，哦，变得啊，哎，要怎么样变化呢？哦，他很崇尚，都知道。然后我们在凡尘啊，哦，我们都一直啊，哎，受到这个哦世界潮流的影响，哦，都很大。所以现在哦，以前哦还只有少数人在当哦低头族啊，现在变成大多数人哦都低头族，都在玩哦。智慧型手机呀、啊，哦，那个啊，可以说哦，人人哦手上一只，不管是走路，不管是坐车，它都是低头族了。影响大不大？哦，很大，真的很大。所以这个流行哦，它有一种诱惑。你只要说看大家都这样，你也想啊，哦，啊、就被哦那个大的浪啊，已经滚进去了啦。哦、把你拉进去了、哦啊、所以你进去了以后，当你会了以后，你也一样是低头族，要出来就不容易了、哦、所以我们要了解，或者都讲我们是主人，那个东西、啊、都是工具给我们用的，我们不要颠倒变成、哦哎、那个、啊、智慧型手机、啊、是主人，我们、哦、人变成工具被他使用了，对不对？我们都变成被他使用、哦、被那个智慧型手机、哦、这个操作，嘿，我们就全部投入啊！你在玩那个线上游戏啊、哦、绝对让你迷失，那个是真的假的啊？是假的呢啊！你在假的里面已经迷失自己了，嘿，所以或许都一直讲、哦、一定要培养我们佛性当家、哦、不要被我们感官的当家、啊、你玩的、哦、智慧型手机低头族、啊、就是被六根、哦欸、当家、哦、被六根主宰、欸、不是你的佛性在主宰，这样了解吗？我们有没有当低头族？那个还蛮贵的，
一支哦20000多块，哦那个智慧型手机啊，哦一支20000多块，哎，还是我们没有钱比较好，钱太多了哦，让我们很烦恼，哦，啊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哦这个圣人啊，哦他就告诉我们，哦要找回啊不生不灭的哦佛性本体。哦，还剩下15分钟，我们呢让这个各位提问。有人要问吗？很想知，这边有同学在问。好。说佛讲，佛讲众生无边。第一个问题是佛讲众生无边誓愿度，好呀，无量誓愿行。不让你问，你要问都没声音。我知道那个意思啊，那个哈、哦、是无量哈、哦。那我们了解说哈、哦，那个是一直在鼓励我们呐、啊，好、哦、鼓励我们呐、啊，就是要学啦、啊，哦，所以啊啊那个真正的哈、哦，你要做到、啊、哦是非常不容易。而且哦，它都是要绵延不绝呀、啊，不能有那个哦，奏一段呐、啊，它停一段，哦，所以哦，那个全部啊都是哦，在鼓励我们哦，努力的修道，哦，不管是哦佛门哦，还是呢法门，还是众生要度哦，我们都要努力去做。及一念一万年，及一念一万年，看《佛缘通》里面有提到母子弟子，那母子一生的念佛，其中含义是什么？哦，我们就是了解到哈、哦，这个一念万年，万年一念啊、哦，就是我们的一念里面啊，它具备啊万万年，跟我们在哦当下一念哈、哦。它意思啊是一样的，哦，那我们因为都有过去心、有现在心、有未来心，所以没有办法体会哦这个一念万年、万年一念的实在含义呀、啊。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说，只要我们都哦拼开凡尘的所有，就是纤尘不染。哦，纤尘呐、啊，一点点的灰尘，灰尘我们都不沾染。哦，我们那个时候啊，哎，就是可以到达一念万年，万年一念。哦，那个万还是哦比较小的说法，它是兆哦，等于是亿万兆哦，非常多啦。哦，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万年前、万年后啊，念头都一样啊。那个是已经啊，哦，讲到那个佛性的本体，哎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那个亿万年哦，意思呢就是含义啊在这里。那讲说呢，那个哦，母意子啊，跟子哦意母，那个说互相哦哦这个怀念哦相念，那母跟子啊互相啊、哦、这个相念的话。就是哦，生生世世啊，都会在一起啦。那假如说哦，这个母亲呢、啊、一直在念孩子，
孩子已经飞到国外去了，那个母亲来念就没有用了，所以啊，这个母意子何为没有用了，那个意思呢，就是让我们了解说那个要相忆母意子，然后子啊忆母，这样相念的话才会这个产生了作用。那告诉我们的意思啊，就是说你能够时时刻刻啊跟你的真心佛性在一起，时时刻刻啊都在修道，那这样的话你成道就不远了。那假如说你都是投入凡尘，被凡尘的相引诱住在凡尘的相里面，那你想修道也没用，不会成道了。那个意思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啊自己的心啊要有那个修道的心。还有吗？第三个问题，庄严节、贤节、新宿节一节的时间里面，佛性它是一刹那，但是在现象界一节是非常久远的时间，这跟佛性的一刹那当下有什么关系？我们呢，佛性呢、它是不管经过什么劫啦，像我们已经经过的庄严劫，它一样有一千位佛。那我们现在玄劫也一样，到达我们这个劫过了以后，星宿劫它一样，都是无量无边呐。我们要了解那个劫。它有含义啊，是灾难；有含义是时间。那么一个劫的时间呢、非常的久那不管再怎么久，在我们的佛性来讲，它都只是刹那了。因为像我们在这个异界的六一天呐、是算七天的那个六一天最上那个他化自在天。我们凡尘1600年，它才一天一夜啊，所以就了解到我们凡尘说10001800年，那在他化自在天也没多久啊，很快就过去了。可是要知道啊，我们凡尘的1600年跟它的一天一夜啊是同时在进行，没有说它这个走得很慢，我们走得很快，不是啦，是一样的。那我们就是了解到，都是在我们人的感受了。我们在等红绿灯啊，像现在都有秒数你看了60秒，然后你一直看59、58、57、56，久不久啊？就感觉那个一分钟很久，那你就选择不看。一分钟快不快？很快就够了，对不对？一样啊，时间是一样啊，可是啊，你的感受就不一样。那假如说是男女之间约会啊你是在等，时间过得很慢，你是已经正在手牵手正在情投意合的时候，时间快不快？那就很快，时间是一样的啊，就是感受不同。所以我们了解到说这个劫煞它是一直绵延不绝啊，那我们不要去追求说什么这个庄严劫过了，现在贤劫，未来还有星宿劫，不要去追求这个了，这个它自然而然就它让它自自然然啦。那我们呢、到底修了没有，可不可以修到回归本位啊，还是被业力推你被业力推在凡尘受苦，你讲那个什么劫怎么过，那对你有什么意义啊？都没有意义啊。所以还是要修正重要。还有问第四个问题，无生法忍和正受两者有相同的地方吗？无生呢就是已经不生不灭，华人在不生不灭的这个华里面安住不动，
哎啊，所以、哦、我们了解说无生法忍、哦、那个、啊、你成就无生法忍都是阿罗汉最起码、哦、阿罗汉，然后啊，必知佛、菩萨佛，他都有无生法忍，全部都有。哎，然后跟什么比？正受。正受、哦、不一样的角度完全不同。哎，这个无生法忍、哦、他是已经不生不灭，然后正受是我们在生活之中 正面的去接受、啊、你、哦、所要遭遇的事情。那么你所遭遇的事情、啊、是因缘际会才让你、哦、接受，那你要正受的话就表示说、哦、能够做到事来则应、啊哦、事去则见，那个是要应对凡尘事，那应对凡尘事以后、哦、你都能够抛开，那个才叫一心正受，是正受你的佛性本体，角度啊完全不同、啊、还有吗？应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闻到檀香的味道，我们如何区分是活菩萨，或者是我们一般拜拜点檀香所闻到的味道？这个我们还没回答，大家都在笑。啊，人在点啊，你都闻到啊。啊，你看人点的什么香，你闻到什么味啊？对不对？所以啊，之前呢，或者在后天庙曾经哦，就是有这种事啊，然后、哦、就把它讲出来，说哦，这个在荒郊野外，完全都没有住家。不可能有人去点香啊，他怎么会闻到哦？哎，那个檀香的味道，那或许就哦啊，稍微有研究这个内容，就是啊，虚空之中啊，哎，因为我们这个是哦很多度的空间呐、啊，哦，不管幽冥鬼魂、魑魅魍魉哦，佛菩萨都在这个空间哦，凡跟圣啊同居。哦、在这个空间，那佛菩萨他已经修到没有形象、哦、他会借着、哦、跟你、哦、相这个凑相凑身的、哦、跟你相遇了，他觉得你、哦、正在修、哦、要给你知道说你走的路很正确，他会、哦哎、给你闻到那个檀香的味道，那么那个檀香的味道、哦就有区别啦。假如说是佛菩萨、哦、那个香是很清香，那假如说是七天神仙啦、啊、比较浊啦，比较浊香，那假如说是、哦、臭味、啊、那就是鬼魂啦、啊、看你、哦、闻到的是什么，然后你看看周遭啊，那个花是味道的、哦、来源是什么，这样的话呢你大概会了解哦，假如说闻到的是臭的味道，那你就想，哎，为什么哈、哦、幽冥鬼魂啊，他会跟我打交道？为什么？就是你本身哈、哦、做的不够了，哎，已经都哈、哦、不正确了，哦，在凡尘的行为啊不正确。那假如说是很清香的哈、哦、檀香味。表示说你修，你在修的路途啊，哎，走得很哦，这个很理想，所以他跟你哦哦这个打招呼，哦，让你知道说哦有这个哦佛菩萨的经过，这样啊，他也不要住相，哦，佛菩萨给你香闻哦，你不会变佛菩萨，哦，所以不要哦住相。哦，只是让你知道，而你走的路哦正不正，这样而已呀、啊。